你看我这画这个芍药啊，也都是那一笔一笔的这种是吧？有松的，有紧的，然后下面的那个花瓣稍微大一点，加一点藤黄画。首先是决定这个两条线，你比如先把这个花苞的这个颜色给它决定了，就多去用笔，别去画那种什么呀形字形状。因为这张它不是比较细嘛，这种画的稍微粗一点。你看那个黄宾虹画的时候，有时候可多都是补出来的，两笔呀，你比如说这一笔不到哎，它又补了一笔。要是这样一笔不够，这边又补了一笔。你看这一块是比较丰富的啊。